二组局嫌犯一个车身，确认白色小奔驰，车号精辟无疑H28，保持引领，四周。 嫌犯行驶人质，本人全面紧密关注车况。一组听到了吗？嫌犯上了北三环，右边向北，咱们这边没跟上，车特别多。
可以走了，我老公呢？10点之后来领吧。 家里可能有点乱啊，我们的人查过了。你打死过多少人？ 我是警察，刘明也是枪犯。等等。 跟他说什么？我怀孕了，有事打给我。 想留在北京。
喂，下刀了？啊？睡了。十年都不回家，在北京住大房子，耍有钱的男朋友。你是哪个？我她男朋友。跟他说啊，骨头要找房子需要150,000，最后一次找了要，估计没关系，就当没养活他，住在外头了。你谁呀、啊？我于苗，房贷不供了。动手票，请您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人死了总得赔钱吧？我老公也死了，他那是活该。你给我出去！不给钱我哪儿也不去。你看什么随便拿吧。你把手放开。不给钱，我就捧着。
总有个说法吧。你不就要钱吗？就是钱。把这个给我。给我。不够。要不要？我跟你说，人都有脾气的。多少钱？100。这是现金。这卡里有68万。房子卖掉的钱，我会存在这个存折里。明义小时候的东西，我留了5万，有人追着要，不还不行。不要紧，还有一个明义留给我的东西不能还，我带走了。什么？哪个？张玉苗。用你100块买的，不给钱弄死你！
随便谁都比我牛逼，谁都有房子有车子，我不想，不是，傻子，从蹭光亮的车里面一出来就把我女朋友打死，你还比我委屈？那你说，你要多少钱？15万。那个人是哪个？认得到不？他不认识。停车。不是警察吗？你是谁啊？马三谈，钱带没得？付个钱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他是警察啊？他不是。说实话，你卖给我老公的枪打死他女朋友，他还是跟着我来掏钱的。出来，弄到弄死他。不要不要，开枪！上车。
把钱给我，在枪堆里。 小孩，你的，流产了。明天跟我去移花中，杀了马三太。马三太是谁？ 打死你女朋友的枪有什么用？跟我有关系吗？伤一场命，知不知道？15万，你又不是赔不起。看看你，一家三个人。 老杨都睡了。你到底是哪个？你刚到是哪儿去了？钱接不接？哪桩事你答应过？哎，银行账号发过来，先汇4万。4万你又不是凑不起，哎，没养个闺女给你睡，良心做啥？我老子卖进过的也不容易，我操！是好的，蛮好的，比你们不容易。
哪个呀？啊？谁杀了那么多犬啊？又不交一百五十万，你给他等好，马上给你发出去。亿万富翁也没现金，好吗？要多不出钱，反正你答应我的，说还要算数。说还就会还，死人都还。钱借给谁的？听说家里要十五万造房子，都不寄钱回去，当女儿白养，死外边。明天送我去化妆，钱算我欠你的。Thank you.
实力值还凑合。马三探的吧？验完枪，把钱放下就行。问东问西的，你是谁呀？你干嘛来了？哎，人了没？哎呦哈，都活了吗？啊，云淼。问你话呢，找马三探。你们哪个是啊？你们人是？我女人。被警察打死了，娘们儿赌气，瞎说。闭嘴！你说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警察？玉苗，别赌气啊，好好说。说清楚啊，我到底是谁？我看你龟儿就是警察，警察挂相啊！滚！要把我弄哪儿去？帮打听，早透早省心。还有啥子好图的哟？早抢我点儿啊！追你一年多了，你一个人一年能造100来只吗？我没得那个本事。干你们这行的，应该明白我们是怎么回事。人都折了。扛得住吗？这次出来还带了20只流尸，在哪儿？离这儿不远。我要问他。你少给我耍花样！真的要问他。前面怎么了？修路。叫小杰带着一门下车。下车。站着别动。我想单独跟他摆一下。不行。你是不是很想把我弄死？是。你个寡妇！哎，小杰，抓住！
都死光！干什么？过来！你说他还活得成吗？不过他能知道，枪里东西谁碰谁死，命只有一条。留着好好过日子，明白吗？兄弟，死了没？肯定噻，曹仁嘛也走了噻。快走！快走！连队，于苗进车站了啊！上车了吗？我看着他检票了。我让你亲眼看着他上车走。换别人的话，刘明义也会被当场击毙的。别废话。动手之前，你说看见另一个失主了？对，徐天跟于苗在一起，后来一忙人就没了。真他妈天冷。您的座位在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先生，麻烦把箱子横过来一下。美女，请拉链吧。子宫损主，
多少钱啊？价钱好商量吧。连队，有事儿？这是刘明义刚才的 QQ 聊天记录，您看一下。怎么了？这桥上我就感觉对面山上有人。有人？嗯。记住叫鱼苗，有可能叫刘明义，马上定位。怎么了，大哥？你说怎么了？鱼苗没走，让马三三同伙手里了，你们跟着去定位。等你们的。你倒地要干啥子嘛？先出去把门关了，啊，哪个都不准进来。要钱比较明显，这是我女朋友的命。之前是我女朋友的命，还差110,000。你们两个不是一对的吗？少一万，美女。你哥拿走了。我们 QQ 上说好了的，少一万一条人命。你有枪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反正你们两个得死一个，那条虫子跟哪个都不熟，他喜欢哪个，哪个都要死。要不然你主动点，等一会儿还有人跟我谈生意。啥子意思啊？啊？狗子，啥子意思啊？马三探认识吗？活着呢啊！
都要见你。你听着啊，别动玉苗，杀人和反枪罪名不大一样。喂，小姐。头，定位了。小心点。林警官，病人醒了。谢谢啊。目标在北郊二中路。等我回来，告诉我10000块钱在哪里。行啊你，骨头挺硬。都死过一回了，现在呢？想死想活？活，活！目标在移动，应该就在附近。说吧，几个人来的？我弟弟。怎么能找到他？你们家兵工厂在哪儿啊？我弟弟，我。你弟要什么？我们家的规矩，出来做生意，要是被抓，就弄死自己，或者焚香炉。你弟在哪儿？怎么找他？说话。哎，说你呢，干嘛的？我在化验科。化验科在一楼。站住！兜里揣什么了？把手拿出来。把手拿出来。便利。刚才有个找化验科的，人呢？那边去了。
琢磨的。你试着吧，把我手打开一下。好。老早就来了，走，东西拿到了。枪啊，啊，左道，左道，你谁呀？我是肖妈，我哥他在医院。这是我们捡的。捡的药垫个数噻，说好里头二十只，只有十九只的嘛，这只你不要了。我们只和马三太说生意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哥他在医院，我是小马。哎，一只五千，一共十万，钱给我。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他弟弟？怎么你还说过来？老子给你证明！你个狗子，走走！证明！哎，你要证明！哎，兄弟，兄弟！有种你想打死我？一块子得好多钱，你给啊！老子辛辛苦苦做出来，还把他们弄出来。一把枪五千，还是五颗子弹，老子搏命挣钱，你们狗日的不讲规矩还抢！兄弟，够了吧？这枪和钱我们不要了，人也打了，我们错了，行了吧？钱给了，东西不拿，你们抢老子不抢？这车是你们的不？
钥匙给我，还规矩吗？你把我电脑给我。你们两个哪个机缘帮忙弄死我哥？弄死我哥抵10000块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弄死我哥抵10000块钱，要不然你们两个里头必须得死一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头有七口人，三个小工，做枪30年，一般都是我卖。那回货比较多，所以我哥都跟到来了。出门前都说好了，如果被抓了就弄死自己，自己舍不得，兄弟要帮忙。要不然肯定扛不住警察审。你说家头七八口，不能受牵连，是不是？别再动他！你别起来，躺着。没得真的吗？你别去杀马三太，待会他进来跟他拼了。我去医院杀马三太，根本就不是为了你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俩不是一路人。如果在北京遇到你，也只会把你当空气的。我欠你的下辈子还。人只有一辈子。那就算了。不能算。还有一辆车的钱，等你活着回北京吧，就跟我朋友一样。
好你也活着回北京，我怕人不熟，我不方便要。好了没得？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一对鸳鸯绑在一起抵这笔账更安全。15分钟，你到人民医院的4楼，楼口有3个警察，我给你打电话。30秒之内，我要听到枪响。我他死了！我照你说的做，他能活着出去吗？我做生意很规矩，你看到的。给我把枪。这找定位的，南方区域的。林正，怎么了他？要到前面，堵住他们俩。已经死了。来，赵二，马三三不行了，要找你。我马上回医院。位置已经有了，在南纺区六公里。快快快！走走，告别了，别了，快呀，快走，快！走，包房。
了解吗？三十秒，你的枪不行，我的枪行。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晓得也得搬，不晓得也得搬，该再帮他。可以了，撂了。落枪窝点在开化涟水镇八虎枪，两口村10座71号。嗯。电话那头是不是要盯枪声？徐江，我想跟他在一起。你来找马三探是为了他？你们去找他，也带上我吧。需要弄锁吗？是。这个电话要用呗。
给你爸妈打。哦，你好，请问是于苗的朋友王先生吗？我也是于苗的朋友。还睡着呢，没事下午打。急事儿，于苗的车不是托您在卖吗？这样，我先发一个账号过去，麻烦您直接把卖车的钱汇进去。什么车？于苗的车啊，他没跟你说吗？他车上星期就卖了，现金都给了，没他机的，给了8万，骗子不是认的吗？要么就是被于苗骗了。你在北京是做啥子的？送餐。挣的多不？不少。都说北京不好。我觉得挺好。天安门、长城、故宫。这个跟你有啥子关系？跟中国人都有关系。老子一回都没去过。方便的话，能不能把40万块还给我？我也不买枪，你就不逞强了。10万块钱还你的命吗？那我们一定回北京了。为啥子？贾小朵的钱，我答应过他家里人。贾小朵是哪个？我女朋友，就是被你家的枪打死的。我就是讲原则，我不弄死你，这点不算太高，看你命大不大。等等，我刚才弄错了。其实我想给我爸打电话。算了，打了也别打。够了，你不能好死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好死，信不信？啊！啊！你哥到底死没死啊？警察为啷个不抓你？算了。
吃饱到哪嘞？坐不到车，正好我打你去。北京。那要好多钱哦。没有钱。
快，别开了啊！好快，我把他带回来。好，来，小王队，别开了啊！好快，哎，王队，王队，是王队，别开了，王队。好好好，快点，王队，别开了。后面你要讲个笑话。你说的笑话不好笑。今天有俩饺子进屋了，让那男的吃完客人以后回房间，结果一看，一个肉丸子放到床上，然后他就问那肉丸子：“你是谁呀？”然后你猜肉丸子咋说？你个鳖孙，到底上不上啊？脱了衣服你不认识我了？
这里是贾小朵的家吗？15万。他死了。小东，小东，马海，请你看